控制了。啊，妈妈，你讨厌，我长不了，我长不了高个了。嗯，妈妈说快走，快走。小五这小腿不敢抬，看着收猫，啊，小五腿都不敢抬了。对，各位姐姐们，你们把亮度调到最亮啊，不会刺眼的啊。谢谢木芊芊姐姐的人气票，感谢木芊芊。对，咱们做一个这个整点的小数据，各位姐姐们，咱们现在直播间一共现在有200多位姐们的助力，感谢这200多位姐们的大力支持啊。对，咱们也不用多刷，一个小心心，一个人气票就可以了。疯狂截图，呵呵，谢谢 MIC， 谢谢我天使姨，感谢 W 姐，嗯，谢谢 Jew， 感谢文静姐，谢谢我天使姨，嗯，谢谢悠扬姐，感谢霞霞，谢谢浪子，嗯，谢谢7600，感谢宝喵，嗯，谢谢各位姐们的这个助力啊。对，咱们每天下午呢，其实快在收猫之前，咱们各位姐们，咱们做一个小数据，好吧？嗯，并且也是整点了嘛。欢迎好开心，谢谢用户53325966030344，谢谢黑姐，感谢蜜兔子，谢谢草木男，感谢安安，哦吼，萌妈你怎么飞熊啦？嗯，谢谢国美乐。嗯，哈哈哈哈。哎呦我的天哪，小五说妈妈你好讨厌呢。嗯，对，我们大家呢喜欢咱们国宝大熊猫的朋友啊，每天上午的8:30到下午的4:30，那小五还没下班马上啊。哎呦小乖乖，这个小乖乖，嗯，外公带是禁不住美食的诱惑，跟着外公跑了哟。嗯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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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走到门口，外公你抱我一下吗？啊，小腿儿掉在小沟里，哎呀，今天没有抱啊，小五就。